我怀孕了，我来的等于就是人家小畜生啊！我以为你要开狗姐之事呢。那导演，我是另一个人。我知道，我恭喜你啊！你要我从相识开始，那是外公和爷爷。对，要当爸爸了。那是这点不能漏，这个地方不能漏，还是说你说现在就把它漏了，啥意思？不是，就是对徐阿爸他们听见我说嘛，徐阿爸刚漂亮个小姑娘，你作孽啊，你作孽啊，徐阿爸，弄要笑，我怎么还能坐起来啊？对，可以，对的吧？对对对，不是你在这叫，你看见他，他问你怎么了，你就说话可以走着不理他了，顺着你自己的说，你上来叫徐阿爸，徐姑姑，这是你的种啊。对呀、啊，徐姑姑，你要当爸，不是你要当爷爷了。你要当爷爷了，恭喜你啊！不是你逼着我做要当外婆啊！我当爷爷，当爷爷嘛！我这么年轻，你让我当外婆？爷爷，你大年轻，你叫我做外婆，我接受不了啊！那不是，可是那你出门前你就说啊，你要当爷爷了，你就在现在把这句话说掉。我恭喜你啊，当爷爷了。你看，咱们试一下啊，徐阿发，你给我出来，你给我出来。徐阿发，你出来。是你先叫徐姑姑出来，还是徐阿发出来？现在叫徐姑姑出来。徐阿发是狗。徐阿发是狗。对呀、啊。徐姑姑，徐姑姑。我觉得叫，我倒觉得叫徐阿发会比较闽南话比较好。徐阿发，你给我出来。然后徐阿发在外面呢。阿发在外面呢。阿发在外面。徐姑姑，徐姑姑，你给我出来，你出来。你出来。哎呀，苗阿姨怎么了？苗阿姨怎么了？要死啊！恭喜你啊！你要做宝宝，小畜生造孽啊！造孽啊！现在啊，我嘎漂亮的小姑娘被阿发，我觉得不要跑，我就这个意思。哦，不跑，可以。你只要说他那个造孽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要做爷爷了，你造孽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做爷爷了，你逼着我这么早就做外婆啊！跑啊！你出去了，他只能出去了。这样我觉得好。好的。咱不跑嘛，出去再说。你要做爷爷了，你逼着我这么早就做外婆啊！要。可以啊，好了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对对，下面才说我们家妞妞怎么着，会不会被整的？好吧，来，我们试一下，来，我来了。